鹿谷乡农会1006年春季比赛茶，在6月1号起为期6天包装作业期间，为确保消费者的权益。而这一次的春茶参赛，酒茶件数高达6600多件，创新纪录。议员许树霞表示，在6月10号当天办理茶展售会，也邀请喜爱喝茶的民众一同共襄盛举。啊，咱今年咱鹿谷农会咱的比赛地吼，这种成绩已经公布啊吼，啊，非常恭贺咱这受奖咱这所有地农吼，因为啊，咱今年鹿谷农会来举办咱这报名班数有6804班吼，所以会当讲是历届来上侪人来参与的一遍比赛。咱今年吼，因为气候啊忽冷忽热，然后雨水嘛真侪的情况之下，地要做好真的是非常无简单。啊，欢迎咱这所有爱啉咱鹿谷好茶的这好朋友，唔好忘记哦，6月7日这天吼，在咱的啊农会咱比赛地将吼啊举办咱这啊茶的一个销售。欢迎大家一起来采购我们的好茶。而鹿谷农会办理比赛茶已经40多年，今年在包装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防伪标签的更新。鹿谷农会推广部主任表示，消费者只要谨记一摸二看三翻转，不用1分钟的时间就能分辨真假。这一次更新的包装让消费者有不同的特色辨识。今年的防伪方式一样是一摸二看三翻转，一摸的部分就是摸起来它会跟我们钞票一样有凹凸感的立体感，二看的话就是要看它当季的2017春季展售会的封签，还有它的等级记号跟号码。三翻转就是可以借由翻转的方式去看出它封签油墨的变化。春茶的比赛茶，那我们每一年都会改变，因为这个招牌哈，不容仿冒。今年就用一只快乐的鹿，快乐的鹿，所以这里有凤凰山，有云彩，那表示欢迎大家哈，到鹿谷来喝茶，或者是把鹿谷的洞顶乌龙茶买回去喝这样子。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认识鹿谷农会这个注册商标，这个茶叶的注册商标跟农会的 mark 这样子。鹿谷农会比赛茶已持续办理多年，入围的茶经由分级包装交易，以获国内外的市场的青睐。而鹿谷农会也在6月10号办理春茶赛颁奖暨展售会。议长何生峰肯定鹿谷农会的用心，也欢迎全国乡亲一起来品茗南投县的在地好茶。民意新闻专门线鹿谷采访报道。